要跟我滑哦。我有看你录吗？走啊。2:24。来，来跟舅舅拍。小宝贝，小宝贝，小宝贝来。我们拍这张片，好的，张片。好，宝贝来。好，弟弟。好，过去。反正脸都遮住了。1, 2, 3。等一下，后面有个1、2、3。好，我手把挡住是。没有了，那个那么高。你是说这个？你刚刚好打在他的碗旁边。你在端碗。你要在坑的，你的雪板在上面。那我们在下面等你们啦，先等你们。我们会回到那边。去 Tower， 去 Tower 等就对了。对啊，去 Tower 是不是？我这个，你从那边滑过来，表示那边比较高，是不是？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在跟舅舅讲话。你从那边滑过来，表示那边比较高，是不是？啊、那就要想办法滑过去。好可怕、哦！我跑哎、欸，你也插在这？因为我想要帮自己增加一点高度啊，我怕过不去，没有高度又撸半天。太阳晒着它一直滴水，我刚好像自己敲到自己的那个。我太怕很重，太阳有时候拔不起。应该可以吧。怕前面就停不下来了。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中央線の
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に不安な方は減速できますので、係員にシニアル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。乗車中、椅子を揺らしたり、ストップで支給に触れたり、横向きの姿勢での乗車などは危険ですので、絶対に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また、万が一、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は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は、安全な乗車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なお、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、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待機位置で2列に並びください。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、乗り場位置に続き、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ストックは2本を止めて片手でお持ちになり、椅子が到着しましたら、速やか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また、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、中央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に不安な方は、減速できますので、係員にお気軽にお越してください。乗車中、椅子を揺らしたり、ストップで支給に触れたり、横向きの姿勢に触れたり、危険ですので、絶対に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また、万が一、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、都两点半了。安全な乗車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なお、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、十分。他要去那边了。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待機位置で2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。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、乗り場位置に進み、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ストックは2本まとめて片手でお持ちになり、椅子が到着しましたら速やか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また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中央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に不安な方は減速できますので、係員にお気軽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。乗車中、椅子を揺らしたりストップで支給に触れたり、横向きの姿勢での乗車などは危険ですので、絶対に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。また万が一、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は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は安全な乗車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なお、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、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待機位置で2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。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、乗り場位置に進み、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ストックは2本まとめて片手でお持ちになり、椅子が到着しましたら速やか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また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中央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に不安な方は減速できますので、係員にお気軽にお持ちください。乗車中、椅子を揺らしたりストックで支給に触れたり、横向きの姿勢での乗車などは危険ですので、絶対に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また万が一、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は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は安全な乗車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なお、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、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待機位置で2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。信号が青に変わり乗り場位置に進み、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ストックは2本まとめて片手でお持ちになり、椅子が到着しましたら速やか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またお一人でご乗車の場合は中央にお乗りください。ご乗車に不安な方は減速できますので、係員にお気軽にお持ちください。乗車中、椅子を揺らしたりストップで支給に触れたり、横向きの姿勢での乗車などは危険ですので、絶対にしないよう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また万が一、リフ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は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は安全な乗車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なお、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、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待機位置で2列にお並びください。
Thank you.
到底从哪里来。就是那个绿的回来之后，会从右边有一个地方进来，然后这段好像有滑过。可以了吗？你要等妈妈他们吗？我刚才看到哥哥哎。等你姐啊。那来就坐左边吧。都可以坐左边啊。可以啊，绿色的滑就好了。啊，去坐左边吧。对啊。坐这排啊。不会，不会。三个两个。
なお、到着中に到着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、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到着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回収機で入り口にお並びください。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、到着時に止まりなお待ちください。在第二双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没有。杰少们大人都只带一套，那就直接再去买一双啊。掉了就找不到了，自己不知道自己掉了哪里。你的杖为什么都没有手套进去？你的杖为什么没有手套在里面？不小心，不小心进去。没有哎、欸，你手不小心一松，杖就会不见了，所以我们都有套起来。你看，我们都这样子。然后要拿的时候这样子抓，这样子抓，这样才不会飞出去。对，要不要套？要试套看看。我教你，手手来，好，我帮你拿着，手伸进去，对，伸进去。没关系，另外手不要松哦。好，然后往下，好，来，好。对啊，你看右手因为套好了，所以才有办法帮左手，这样就不怕它掉了。好，然后就可以抓了。不是手，大拇指不要跑出来，大拇指跑出来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手一松还是会飞出去。放进去，大拇指，对，大拇指放进去，大拇指放在里面，然后左手你先看我，对，就是你最熟的姿势，走啊，啊对。不对，大拇指这手又偷跑出来，你这手没有跑出来，大拇指不要跑出来。你要对，右手是对的，然后你左手也要一样。先这样，先这样。跑出来了。你没有帮他顺绳子的位置。哦，好，那等我一下。手手好快，还早，还早。手手借我一下，手手这手借我一下。你是说攀高？不，套进去以后，然后他要顺绳子的位置。下套以后，这样绳子在掌心。对，有这样懂吗？这样你随时不想拿，你看放手，它套在手上就不会掉了，懂吗？懂不懂？不是掉在车上，掉在车上。不可能，那是椅子，不是车。对，就是车嘛，这个车嘛。是啊、哦。好、哦、那确实他去站有可能看得到、嗯、那个椅子你有多大一双吗？有啊、哦、但是小的。对啊，没有啊，他也是缓缓的路，他只是爬得高，但是路也缓缓的。就是突然间觉得下午应该是比较冷，所以我就把内的手套也搭起来。我本来没有戴，我是因为当你是在紧张吗？等一下耳路就这样子而已。等一下耳朵会砰砰，你知道吗？耳朵大概在上面那个柱子，耳朵就会像有空气要爆炸。
说什么？我去缝啊。哦。我回家，带回去。去右边，去右边。前面了。你看右边就会很漂亮，搞不清左右。当然不是。
我刚一看就觉得好像下不去耶，一看觉得好像没有下去的地方。不是，我是说感觉不敢下去。不是，休息一下。不是太斜，你要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不要穿上去，坐下来休息了。你的脚没力了，帮他脱下来，要坐下来休息了。花这样子脚已经没力了，他，对，他要休息了。不要再滑了，你脚没力气了。不行，爸爸，停！不行，你要休息，你这样脚会受伤。不行，哥哥在上。前面更斜，你会停不下来。那个是大班的，你小班都还没有。你也是小班。一样啊，你的力气没有那么多啊。对。你看我都脱下来了，哎呀，哎，不如就叫他们坐上来吧。你会摔倒就是因为你没有休息。是是是。哎，那我下去带他们上来好了。他们说现在滑下去，他们找到手套了。那他们滑下去，我再陪他们坐上来，带他们滑上面那一段。嘿，对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啊，已经够边了。我去带爸爸妈妈来。你黑你的头啦，连我都不敢去。
然后我下去，他们应该也到那附近了吧？那我下去了。小孩子不会啦。我紧张，他吓吓吓，抱着睡觉。他没力气没，他这样他都一直用 A 杀 ，A 杀就是酸那里啊。走了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我来接你们，那我在中间休息。对。哎，李姐。联络道才走到一半，慢慢摔倒。哦。那他是，我觉得他脚没力了。嗯。所以我就叫他休息。然后他又一副不要，然后 Stanley 又从旁边撸过去。Stanley 也上这一台哦。对啊。然后他们也上这一台哦。从这边下来啊，然后他就硬要跟，然后所以就舅舅跟他一起坐嘛，坐着休息。然后你又说传说已经要滑下来，我就想说我下来刚好可以接你们。嗯。我就先下来了。哦，你有看到赖啊？他的那个掉在那个，就是缆车的下车的地方，因为快下去的时候，我就说一个黑东西，下蛋，所以他就走下，就鞋子脱了走下去，走下去，就是雪板脱了啦，
哦，自己剪哦，自己剪啊，可能可以叫他剪，可是我们就想说还好，就是绕过去一下就到，可是他就是在看啊，在那个平台上，平台的下面。嗯，下面，所以要走到下面。走到下面，那你不就累死吗？对啊，他下来，他说因为不好走啊，累死啊。对啊。好，有意思有。那你等一下没力气哦。不会啊。会啦。滑雪靠的就是力气跟习惯而已。有你哦。嗯。我，比如说我右脚在下坡好了。嗯。山下这一波，嗯，然后我要换左脚的话，我左脚都会卡住，是因为太内侧，对不对？我是往外翻。一般来讲，刚学会吗？不是，我都抬脚哎、欸，抬比较顺哎、欸。也可以抬脚、哦、也可以。基本上换脚的过程当中是全身很松的一种状态。很松吗？我都抬脚脚。不是，所谓的很松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一开始要学的时候。是要强迫你三下那只脚要像铁钉一样，要很重。对啊，但是在换过来的那一瞬间，是两只脚都要松松的，要全身对，要两只脚要松，才有办法另外一只脚才踩得下去。嗯，不然我另外就是三上那一只脚会缠住。嗯，然后两只手脚要松的要件就是说，身体也要左右也要平衡，就是你敢把三下那只脚松开。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说三下那只脚就是我们的救命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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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一直踩着就一定会慢下来，所以那时候反而会很不敢把它松开。对啊，所以理论是这样子，可是很难实现。然后那个时候很不敢松开的时候，就是先做到要让脚松开的准备动作。你要能让脚松开，那就让你自己安心就好了。那什么时候最安心？就是平着滑，而且感觉。有点慢慢的那种感觉，那时候你自然就有办法换一只脚。那初学者的缺点就是说，太想要搞得自己 S 很厉害，刚上一个转完就想转下一个。那所以我就直接抬脚了，对。对，想直接换下一个的时候，那时候学会的不是转弯，那时候学会的其实有点像侧杀。对，我都侧杀打滑。侧杀哎。那个样子不是滑雪要学的，连续侧杀是黑线或高级才会用到的技巧，而现在学会的侧杀只会妨碍学习的平衡感。你也有这个过程吗？有，我大概第我想说他怎么那么清楚？第四天、第五天的时候，那时候学会的都是侧弯刹车。因为我现在发现转弯哦，奇怪，一转弯之后就刹了。而且那时候学的人都会很容易扭上半身，扭身转。对啊，那刹下去。对啊。觉得好像这样比较顺哦，其实这样子是我没有觉得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是错的，通常会有一边好一边不好。我那时候就是一边是扭身转，另外一边没有扭身转，然后我还以为扭身转那边转的比较好，然后有时候觉得哇这样转好帅，就刹住了，结果就停住了。有，以侧刹来讲，那样子是对的。对啊，侧刹其实就是有一点像雪板，就是你敢。在渐渐停下来的时候，不是面对下吗？那就是这个难度不高。嗯，对，對啊、就是习惯就横着，也没怎样嘛，就停下来。对，我就没有办法很顺的这样走。然后我的脚啊，常常会撇掉啊，变成 V 啊，没有办法，像你们都是直的。哈哈，这个原因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们刚学滑雪，我们都怕山下面。对啊。所以我们的上半身呢、啊？如果山是这样，我们上半身其实会站成这样，连做成站直的都做不到、哦。但是滑雪标准姿势要这样，要跟地面平行，要跟地面垂直。所以你垂直这样滑下来之后，你上半身要往前顶、欸。所以是有点往前的。啊、对对，往前。是很快吗？不会，这样子速度会变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你会之所以会变灰，没它自动的，它自动往右边走。往右边走，然后有点慢哦。好，要推几下。往右边走要推几下，不然上不去。借着这个速度赶快推上去，不然就要推累一点。啊，这里可以拍照。好，在哪里？啊？他们在中间休
下去右转就到了，搞不好你这里往下看就看到了。哇，好高哦！那你们先，哎、欸，我还是继续带着你们好了。下滑，你疯了你！拍照的话，之前是在这边拍啦，那前面也可以拍。你先停下来，用走过来会比较安心一点。就拍的是这里啊。哦，那我们也来拍一下，快点。拍不出来，你就拍嘛。拍不出。你们是这样滑下去了？怎么可能？这里是馒头哎、欸，这是奥运选手滑那种，咚一咚一咚一。对，我们是走那个绿线，绿线才带你们走这边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拍一拍啊。我不敢往前，我腿发软。这样子啊，很。横着过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子站就不大对，你可以往下吧，横着站啊。对啊，你这样子就会更危险了，会往下跑，然后就，对啊，你。那你要怎么帮你拍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说你可以往下拍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过来啊，我吗？对啊，不然怎么帮你拍？他要往下滑啦。哎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呦呼呼。其实你这样子滑的时候，这个斜度是绿的斜度，这样子斜度只有这样。快点啦，这里过去啊！我看到发软了。快点，你会推啊？我还快嘞，我。没办法、啊，你现在脚朝下呢。对啊，我现在只能这样卡。好了，那你卡左脚好了，你卡左脚。别别别。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勉强，这个换位置有点难。你往山上就可以，但是你反过来就，你后面交叉了、欸、你。再来拍几张好了。你们有拍到 tower 吗？有啊。对呀、啊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对啊，从这里拍，你只看到一堆雪啊，哪有那个斜度？看不到。好，我已经好了，拍的好不好？没有啦，有拍到就好了。有拍就好了。好了，下去。这边趁着旁边没人的时候滑，因为右边会让人害怕，所以我们通常都只会滑到左半边，然后就不要跟我，不要跟我，照你自己想滑的话，不然会很害怕哦。而且这也因为让你减速的空间不大有。
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往前面走。那边我也没走过，我是照着我上课的路线带着你们走。可是我觉得走在那边，我会就是今天才会觉得怕怕。尽量在快到你觉得怕之前，想办法慢下来。对，想办法收速度。看到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下面那边就有红线跟绿线的选择了，应该先选绿线。没有，你要先踩左脚，你右脚不要踩。你先左脚上去，好，左脚好踩，不对哦，先踩前面再踩后面，踩，脚跟往后顶，往后往后，好像蹲马桶一样。那飞掌快把我吓死了。顶。那飞掌以后就靠靠我的膝盖，对吗？看来不行。你不要扶他，你用右脚先抓支撑他的左脚，让他踩。等一下就抖了，等一下抖了。后面没踩，没有对准，老板没有对准，对，要对，要对到中间。好，踩，好，踩。Yes。你没力哦，老板没有力气吗？脚踩不下去吗？用力，用力，对下去。脚跟用力蹬。哎，不要过来帮，不要过来帮。想要找哥哥，你先把你自己该做的事做好。你现在力气都连踩都踩不上去，怎么有办法滑雪呢？我帮你看一下，有雪吗？不是那个原因。他后跟没有力气，你帮他把它搬起来好了。没有，也没用。没办法吗？也没用。那把脚踩进去。哎，好了。先都下来，先都下来，往上翻，翻到平的地方再踩就可以。不要在这里穿，上去穿，上面比较平，走上去在那边穿，不要在这里穿。这里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就是地没有平了。不是后面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没在用力没。对啦，不行啦，不能这样哦、喔，就是没在用力没。老板，你不要太用力，太用力了。我看哪里才够平啊？来，第六，你先踩右脚。我
先踩右脚，先踩右脚。好吗？等等，那不要现在踩，左右翻面。对啊，换一只脚试试看。左右翻面，都一样啊。好，来。很多鞋子的问题。不知道啦。他说买对，他脚去踩左脚。左脚。没有，他去踩右脚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啦，左右旋转，来转面向后面。对，先转回来，先下来，鞋子重摆，人走开。对啦，你先走远一点。好，然后你这样就可以先踩右脚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踩那样 OK， 你先踩那一只脚。怎样？前面。不是踩那个啦，踩这也 OK 啦，这比较近，我们会帮你换鞋子。这时候要先踩右脚，不用先踩左脚。你叫人家先踩换面了，所以先踩右脚。脚放软就没用啦，哎，这样会容易掉。对。没有踩紧，它容易摔倒。来，等一下。好了，来，踏进去，脚尖弄进去。哎、欸，没，你没重心不对。好。他重量都放在这只脚，这样子。OK 了吗？踩用力，好了。这只脚全身踩过来，踩下去了没？踩进去了、啊。踩进去了哈、哦。对。他的脚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掉下去。啊对。掉了会摔倒，会比较危险。怕你滑下去耶，大家把你围住啊。我帮你等一下，舅舅跟弟弟出发，你跟在后面走就不会走。好了，走了。好了吗？全都卡在这。撑着。好了，出发了。海都。我帮你辅助啊。对啊，你现在在滑、啊。好了，你们先走。老板，走了。不是，我们先走，你们下不去了。你们就是回不去了。前面的路线不大行哦。要空气是不是？要走是不是？那等舅舅跟弟弟先走、啊。我是故意把你卡住，我怕你滑下去。要我走，然后就走啊。走了。好了 ，OK。那我第一个。好。前面很危险哦。好。很危险。危险的时候就这样，再滑下一次。好，来，你自己先滑。你要滑，你自己先滑。你这有办法下吗？踩在左脚上，右脚尽量不要踩。好，这边其实你看起来这个有点像红线，其实你横着滑它是绿线。你不要看那边，你只要看那边的话，这个超缓的。专心踩在左脚上。所以我们碰到这种觉得下不去的策略，就是从最左边滑到最右边停下来，再从最右边滑到最左边停下来，这样就简单了。好，不敢看了。没有，你不要看那边，你只要看这个红色的墙就好了。我的目标只有那里。然后横着的时候。觉得速度太快的话，你就往上面一点。好，这样。跟着弟弟的，你看看弟弟表弟有人啊。两个人。你看弟弟，
折过来，对，走来这里，这里，来这里，先来这里，然后再慢慢走弯，对，慢慢，可以吗？然后可以转弯啦，所以你高兴怎么转都可以，会有点滑没关系啊，反正滑着滑着就转过来了嘛。这种坡度还可以学一个方法，就是侧降。然后，学侧降的话，初学者不大会的原因是因为身体会朝山上倒，所以要是有办法朝下面倒一点的话，就比较学得会了。但是上面那只脚会那个，好。稳住你的左脚就好，稳住，左脚还不够稳。好，哎、哇，舅舅跟你一样哎，搬不开的啦，搬不开的。等等，你有没有办法往山上滚？往山上滚。好，有可以，这样你的脚就可以伸直了，你的左脚就可以伸直了。好，接着两只脚都往下，山下，先抬右脚往山下放。先抬左脚，拍谁？左脚往山下放，右脚也可以往山下放。今脚还好吗？就脚没，这个时候运用脚的方法就有点累，就是你要抬左脚，右脚才缩得下来。对啊，没有让你站起来啊，我只是教你舒服的姿势，好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大家都会怕啊。这里脱下来会也不大好穿哦。这里很难穿哦。没有，不行，不用不用，没那么难啊。而且穿着的话可以这样子下去，横着下去，很慢的，这样比坐着下去好，不然会很累。没有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接下来会没有体力滑普通的线哦。好，大概撑到那个地方，大概只有这一段，一直到那个招牌的地方之后，你就可以用滑的了。但是你要走的话，要靠边边走，那边边边会比较好走一点。旁边这种看起来雪厚一点点的地方，不要太边边。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，然后那个，ski 就丢着让它滑下去好了，先丢一只试试看。我也不知道，不然抬着也很累啊。到这里就不陡了呢，到这里就够了。
你姐在这里可以穿，接着就可以滑了。大概到这里，这里会觉得怎样？你走到这里再说。下去还是这么陡吗？没有啊，这里已经没有上面那么陡了。这里，你先走到这个位置看，看这个方向，是不是比较缓的？下面都更平，这下面又更平，所以刚是最陡的部分。好可怕！不会啦，那你要考虑要穿的吗？这里可以穿，这里比较简单穿。你要反过来哦，头朝后面这样穿。休息一下，我朝这边穿吗？朝后面，不然你朝前面你也滑不出去。哦，对，朝后面，然后你先看往下看看，找个你觉得大概你的雪板要这样摆啦，这样子摆。来，我帮你放。先穿三下脚，你觉得左脚穿比较安心吗？好，先这样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往那这样。不是。哎呀。这样没办法穿。拍水，我选的位置不好。你这样，这个地方应该穿不起来。这样子呢？要朝这样子好，这样可以穿。好。等一下。好。没有，不是好。现在没办法穿。你的脚前后多踩几下，每个地方各踩一下。前进，再前进。对，踩到一个雪板放得进去的长度，然后再把雪板放进去。好了，来放你放。我放了。你先这样应该就会很稳的。我弄过去。好，右脚先踩到地上，前面没进去。好，前面 OK， 后面没对准，好，后面对准了 OK， 好，平缓，接着直直的往那边，等，往这边去就好，往这边，我们去对面就好了。啊，这里就好了，到这里就好了。接着用这一块转弯，大概转得很小，大概你用 V 字嘛，对不对？右脚踩重一点，像我这样，右脚踩重一点，踩着不要放哦，就这样就很慢就转过来了，然后就是顺顺的再去对面，这样就好了。很慢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刚刚用这个方法，那里也可以。好，接着用这一整块可以转，一样 V 字。先弄 V 字弄好，等一下要踩的是左脚，先这样子，然后踩着了，这样子给它踩过去。这样很慢，超级慢的。踩的是左脚，左脚踩住了就不会怕了。然后接着顺顺的往前一点，没关系。
前面留一块空地给自己转就好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接着就可以转下一个了。用这个方法的话，很陡也 OK 啦，你可以自己来的哦。对啊，然后只要注意前面没人就好了，这样。再放平一点，再放平一点，就会更容易停下来。其实用这个方法，刚刚就下得来了。好啊，你就走啊。对对对，因为你的目标只是左边跟右边，所以那个坡度很少。好了。迫不及待要去找哥哥。好，前面你觉得有一条线，那边就是比较陡的地方。那里弄一次就是要这么慢的下去，你就会比较安心的。然后这个下去以后，那边就超平的，那边用你原来的滑法滑就可以了。那你现在可以用很慢的滑法滑，随便你，高兴怎么滑都可以。好，左脚施力，左脚施力，就靠左脚了，很安全。好，可以慢慢的去对面。欸，你已经厉害到可以完全停下来了。等一下，你先停下来看一下下面。你现在看一下下面，这里是平的地方，你可以用原来的滑法滑了，因为太慢了，你会浪费力气。这边已经是绿线了，这段跟那个坐椅子的那边一样了，这边随便你滑了，不用这么慢了。有没有注意到超慢的？
好，所以坐高的这个缆车，唯一比较斜的就只有那里而已，剩下就没了，所以我才带你们走这边。这里是平的地方了啦，跟上面不一样了。好，脚快断了。是啊，这样有啊，没有，他已经会了，他已经会了，而且刹的速度刹超多的，所以现在几乎不会动，刹车力获得。然后下面的话，那个又有一段斜的地方。这里都是缓的啊，刚刚我说这段比较缓，你们趁机休息一下，一直到那个红衣服的为止，这里都很缓，你就放松一点吧。我脚快断了。主要就是因为消耗腿力，消耗很多啦。还有就是这种声音就是摩擦力的声音，它会帮你慢下来。你的声音很多，所以其实你很安全，因为你的刹车力很强。已经没力气。对啊，力气都拿去刹车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的 BB 叫？哦，好，我知道。我就刚刚不知道你在叫什么，不知道啊。跟这么快？贝贝怎么在后面？你在上面等哦。你们继续啊，就是下面，也没有多陡啊，比刚的不陡，就是稍微斜一点点。那你可以用刚那个方法下。
来，我先抽起来。你也抽不起来。可以啊，我可以抽起来。等会，等会。好，你现在手不要扶，你全身都趴下去。休息，不要休息。趴下去啊！不要。好，那你，那你只，那你往你的，没办法、啊，你现在这个脚。从后面把它抱起来。但是我现在。谁抱得起来啊？这样都不对，这样都不对。好，右脚对了，左脚不对，对，左脚对了，右脚不对。哎，对了，正确了。哎，这样放不对。好，把它往后，往这边横着转，横的，横的。再转上一点，再转上一点。完全不会动了。好，两只脚踩紧，你踩好，不要软脚，不要软脚。你站直。你放去，我放你去那边哦。不是放，你现在站放着站直就好，你可以站直，你就不、哦、你不站直，你站直就好，站着，好站好。那他往那边滑。站直一点，不要滑，你现在站直就好了。往旁边倒，那边那边。你要滑了吗？这样看就有这样。你要滑了，你要滑了。OK 的。那你就自己滑。没有，他要往这边走。不用，你棒棒一推就会滑了。好喽，够喽。往那个方向会太快，要往这个方向比较慢。好，那来啊。来那个，还是下去再换就好了。他比我厉害多了，他还好，他也不会紧张，啊，他也不会紧张，而且速度比较慢啊，小孩子速度玩得很慢。那体重的关系？我们太重了。你要现在换还是等一下换？既然你叫了，我就现在找。哎呦，这里我的板子不是平的。啊？哎，我来。拿下来了。你还好吗？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你要不要？要不要把胖子拿起来，像我说的那样做啊？试试看。刚刚那样一搞，已经花掉很多力气了。就明天再站过来一点，买谁哦？放后面，好，可以。那这样子抽插会有电吗？有点怀疑。我是说，但是他应该还在充那个啊。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一定会有电，讲的有道理。可是没亮起来呢，你等一下检查一下行动电源那边。那现在是怎样？开始录了。哦，不是有啦，还要检查吗？开始录了不代表它有被插电啊，它可能用到的是自己的电。有蓝色灯在亮啊。好好好，那就是有，那就这样了。今天滑就是很平稳的，没有什么惊喜，都是熟悉的路线。这样还要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要休息啊？都还好啊。为什么现在几点了？早就要休息啊？嗯，还滑一趟欸。那我们走一条不同路线啊。蓝线还没有练习。对啊，因为我就觉得今天完全没在练习，今天只是在滑而已。那我们坐上去走另外一个方向好了。
没差、啊。那他们在那里是怎样？他们要走那边 是不是？Stanley 应该也没力耶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他上到4:30啊。什么叫不是 Stanley？ 我讲错了。对啊。现在就觉得练习波好短，好像练不到什么。但是那个蛙弓又觉得太恐怖了。下去的点会怕啦，但其实应该一下去我们就开始转弯，一下滑滑小一点就开始转弯。但是我不会怕，啊、我觉得讲是这样讲，心理障碍。不是，因为那个蛙弓比白马的蛙弓还陡，白马的蛙弓我看没觉得那么恐怖。对啊，斑马蛙弓我觉得切得进去，但是这个蛙弓我觉得怎么切得进去啊？怎么好像垂直的？而且这个它好像做的目的是馒头，我们应该没有办法滑这一个。不是这个啊，是另外一个啊。馒头的下半部有一个可以切的。哎，行，看一下地图吧。你要地图吗？还是你要看 app？ app 啊，有纸的也可以啊。你好拿吗？好拿。我要有足够长的，这里叫蓝线还是什么线来着？先看颜色，先看我们滑过的叫什么。就是可惜这下半段没有力的、啊、哦，妹妹那个课啊，他家好像老师后来是一个人带三个人，然后他是6000日币1800，还可以耶，还不错。哦哦，干嘛？这是绿的耶，我带 Barry 他们走的路线整条都是绿的、啊。这个岛的也是绿的、啊，难怪我觉得怪怪的，就觉得没有练习到。这里面唯一有的蓝线就是上去左转，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 freeway， 就是我说蛙弓不敢下去。还是我们去左边那边练弓去好了。对啊，不然那就还是要去 romantic， 不是 romantic 没开了，对不对？啊？那我们就不，如果我们这样去的话，我们只能坐接驳车回来，那就不要去了。那就是滑这个蓝色的左边一小段哦，因为那段我们好像我不记得我们上课有滑过，所以我也不大特别想贸然的滑过去。好啊，那是现在剩这个了。那就滑吧，那你也安心吗？安心吧，那我滑啊。好。快点啊！快点练啊！只有那么一小段可以练。对不对？我讲的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我看这边。他有看时钟啊。奈特就这边啊。对啊，没错。奈特是4:30开始吧？还是4点？昏帅哦。对啊，是啊，只有那条了。对啊。唉。好呗，那明天上午就持续练功好了。今天 romantic 做到饱的，那不是 romantic 是回来的。那不是那边蓝色吗？不是 romantic， 是坐那个最左边那个四个人坐的盖子的那个缆车。我们之前上课一直坐那个。
顶得住吗？怎么顶得住？就不知道到底长什么样的路线，应该顶得住吧？你先下，等我。好，我帮你拍啊。好像还好，当下还好，看不出什么。啊？什么山站？那就这里啊，不是吗？那也算上课的吗？我看到橘色的，不确定是教练还是上课。就直直下。哎，等等，我们不能滑错边哎。如果我们蓝色的下去，又滑右边的话，就要坐Romantic才回得来啊。只能坐缆车或坐接驳车回来，就要马上回绿线，注意不要走右边就对了，只能走左边，真微妙。好了，等我看吧，怎么有人往上爬？觉得太害怕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哦。没有，全部都是啊，就是斜斜的而已啊，斜斜的而已啊。我觉得好像走错路嘞。没有走错啊，左边一直往下就是啊。但是我觉得这看起来超陡哎。没有啊，左边就接回去啦。那个河流注意，就是我们刚滑的那一段啊。哦、所以我们只是滑到河流注意的上半段啊。哦、看起来啦。好，不要害怕。你看这里怎么那么不陡？那就来拍照吧。好像长度也不是很长，这样大概四五个弯就弯完了。所以有人就抱着雪板就走回去了，默默的走回去了。好。啊，有，嗯，而且想尿尿，想尿尿，哇哈！所以今天要滑的话，就是一直练这个。哦，我会怕，我滑一次就好了，我觉得我都会体力耗尽。对啊，我觉得第一天不要用太多力气，一次就好。而且这那么宽，又没什么在滑。我觉得地不太平哎。重心往前摆就对了。你是要冲我前面是不是？我没有冲你前面，我只是来看看。哦，好。对啊，不大平哦，小心一点。哦，会跳跳，膝盖放软会跳跳，而且宽度也还好呢，宽度到这边。很好啊，还好啊，不会跳啊，松松的，没什么滑吧。那我下去咯，我下去了，你等我录哦，要不要？我下去了，你等我录哦，还是怎样？我先下去，我帮你录 ，O 不 OK？ 好。我看我要下多远，你的距离的话，我觉得我下一小段就够了。
对，是，你看影片就知道了。耶、yeah。在这种陡坡，你就变得很后座了。后座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继续往下滑，换你录吧。啊？你继续滑，滑到河流注意，然后再帮我录吧。好可怕哦！对啊，其实不可怕嘛。你不就这样一直慢慢的滑吗？只是很后座而已。你自己感觉得出来哦。Hello。好白痴哦！好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刚刚也才四个弯而已，才两个弯而已。好白痴，你超快就到了、啊。因为左转两次，右转两次就没了。啊？这段好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但是比较斜的地方，我的缺点会很大。因为比较斜，我的缺点会比较大，所以我会比较知道问题在哪。是 Danny 小朋友，是 Danny 小朋友。
怎样？嘿嘿嘿嘿嘿嘿。你的手有在没？不过没关系啦，没事啊。哦，对焦。那我们现在有啊，他下去了。那这里不敢再滑二次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。那我们现在交换手机，等一下再到帮我录好了。好啊好啊，那走了。太闲，我看。你说虎啊，不然的话我不知道。你现在流滑得超流畅的欸，你是怎样神龙见首手不见尾？你高兴在哪里转就哪里转，转来转去的是怎样？你是转来转去的，你随便你高兴怎么转就怎么转欸，我无法预测你什么时候要转啊，你突然间就乱转，怎么回事欸？好啦，直一点，直一点，太平了。看你现在这一段，你晚上回去看你刚刚这一段，这快的跟 S 的跟什么一样，除了你的手会那个以外，其他地方就觉得你一直在转欸，为什么你一直在转？你现在的时速有你之前的 1.5 倍吗？就快快的这样一路往下。赛车嘞，然后我刚滑下来，你在那边看的时候，后面突然间就一大堆人滑下来，就跟现在一样，人一大堆，为什么？哎，人多也麻烦呢。他们也要上啊，他就一个架，三个在那里啊，一二三，第一个，是啊，yeah, okay, we can go for next round.Thank you.你刚刚从哪里下来？从这里，你下车走左边还是右边？
車は停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あ、哦，那我们先走绿线了。教练教你什么？就直的啊，直的刹车。要怎样才能做到直的？就这样平行走。他教你用什么奇怪的招式？他没有教我，就他就。那你进，他没有教你，你怎么会变成平的嘞？他是教你做什么动作什么的。对啊，他教我们做什么动作，那你就跟着做就会了。那是什么动作？就是、这样子啊。你记得的话，你可以拿去教爸爸妈妈。还有教弟弟。对啊，你要记得他教你什么动作。怎么了？现在在传讯群问说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应该也在这里。从右边还是哪里？刚有人一直流鼻血。你们班的、啊？对啊，刚跟我一起溜的。教练流鼻血啊？没有，那个学生，他是会吃冰哎、欸，会吃哦。嗯。他是抓路边的吗？他抓手上的。哦。他抓路边的，你就跟他讲，可能有狗尿过。抓路边的很有可能有东西。蟑螂爬过，老鼠爬过。这里没有蟑螂。那有老鼠吗？有吧。老鼠一踩就陷进去了吧？可能吧。这里没有什么动物啊。有，这里动物超多的。哪里？但是我们在滑雪，他们就躲起来。当然不是啊！不是啊！不是啊！看起来是哎、欸，那在那边呢、欸？不是啊，这不是河流，注意吗？我们从左边的河流注意下来，应该不是那一条。我可以，我们的教练还可以溜边边的，一直在溜边边的，它掉下来哈，它会从下面流上来。还排到九九，他这样的跳下来，他就在那个斜坡上，他这样跳下来。所以他们知道了吗？我刚刚讲了，萝莉走过来，你们不见了，我们上缆车啊。你没有说上了吗？上缆车了。要等他们吗？雷欣？他们不会想坐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会吓到。为什么被吓到？有个地方很陡。哦，你说那里啊？就这边啊？接回去的时候，我休息了，本来等下课要接他。哦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就变成他可以多滑一趟，不是吗？好啊，好，你再等我们一下。我再仔细盯着这个挖工看。哎、欸，好吧，那等一下挑战挖工好了。好像比较多人下去的那一边是比较缓的挖工。挖工是什么？很恐怖的。我等一下要在那里看一下。好，最开始的地方下就最不倒。现在要下右边嘛？对。右边当然右边了。史杰林，你老师没有带你走左边？你老师有带你走过左边吗？
而且左边那么多人，人少的时候我们才敢滑，人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滑得不好。月亮呢？这里这一条一路往下都是绿的。老板还说他滑黑，都疯了。对呀、啊，我都不敢滑了。就只有他了，我看。黑的根本就只是。刚在缆车上看，好像这边最缓，对面最陡，然后平常到这里也停不下来。要下的话，从我这个地方下，最不陡。啊？对啊，我是说，我刚刚想从这里下、啊。会。哎、欸，我不确定哎、欸。缆车见哦。好。那你帮我录好了，用你的手机啊。
欸，最缓的就是你那个地方。从这里下最缓的，好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下去好像接的是左边的线，不是右边的线。啊！好恐怖哦！开始了吗？加油，弟弟 ，Go！ 很恐怖呢，他就这么下了。我觉得这边比较不斜啊，这边比较不斜。他为什么要走这边？他不会要下去了吧？哎呦！很慢呢，很慢。所以他现在正在重开机吗？哈？啊，有在重开机还是只是不会动？关机了，那你用高破看一下好了。好吧。我刚就这样讲的、啊、你先看一阵吧。
嘿啊。他们等一下就下来了。我刚刚试着去滑一个挖工那边，吓死人了。你说那个馒头啊？不是馒头，就是馒头下面有一个很像大碗工的那个地方，我从碗工下来，结果呢？就滑下来了。你有摔倒没有啊？那就好了。不是，但是我现在大腿很酸啊，很酸。就本来就说要录，那手机就当掉了。对啊，所以只有用 GoPro 入道。是哦，那还好。GoPro 入道就很小啊。刚飞人在追追斑马，就他就一路这样平行下来。斑啊，他的那个体重，他当然就一路冲下来。然后他说他最后就这样扭一下，然后就刹车。不过也不要扭一扭受伤。是不会啦，只是那样子会那个习惯会不大。对于进步不大有利。他是为了追斑马，平常他也是都是滑 S。我觉得我真的是看到高我没有办法。有啊，人性就是这样。其实就像我跟朱他们去迪士尼什么，那我滑下来了我都不做。没有，那不一样，我们也都会怕。我做的时候，如果假设到那个地方，我闭眼睛，其实我也没有在怕，就是你没有感觉啦。可是你就是眼睛睁着，就是会很超怕。那跟我一样啊，我超怕。我某些高度的，我干脆就平平的往上看一点了，就不会，就 OK 了。我就整个扔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扔咖的感觉吗？我知道。不过我就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不是，那个，但是只要是人都会怕，不是说跟那个坐那个云霄飞车一样。哦。然后这种坡度，就是你每上一天课，你习惯的坡度就会加一点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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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渐渐的就。过两天再去，我也许就没那么怕。可是我今天真的，我没有办法克服我那个没有当下好像好像脚都软了。今天那样子让你下来啊，因为你是用很慢的下来。你要是稍微快一点点的话，假设今天那个叫做20度好了。接下来它带给你的好处是，明天你就会觉得10度怎么没有波度啊？然后也不是说。10度没有波度就很好，但是那个10度没有波度的心理感会让你很放松，很放松的话，姿势就会比较好，然后更能了解滑雪的乐趣。然后你的练习区本来在10度练习的，你就变成要去15度练习的，对，大概都是这样。我不能再滑了。因为我刚那样滑，我大腿酸嘞。多少人在那边啊？在看到他爸爸他们，他爬在那个后面啊，跟翻板。因为我从挖工下来，我是走右边，你们是走左边，所以我们在下面才会碰到。对啊。哦，好了，才第一天而已，没必要。收工了，收工了，该收工了。哎，这超酸的，我玩了才第一天。斑马滑倒，在那个 mini jump 前面滑倒。怎么是 mini jump？ 这里有那个几个两个小的人啊。哦，那个 mini jump， 我都不走这边的。对啊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很喜欢。我问过他了，他说。叫我收据去捧，如果万一不见了，就去捧。他说没有关系，就算了。万一不见，就捧收据了。我还有剩下几千。再来要一副。对，再来不行的。我刚好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台湾来，有点打工度假。小男生吗？不是瘦瘦的。我们真话都胖胖的。然后就讲会。不错啊，早点收工。
哦。老板呢？杰尼上课好玩吗？上课好玩吗？不见了。我们就在旁边，然后就急跑。就我就是以为你看到宝宝他们。哎，好了，收工收工，太累太累。第一天我们要玩四天呢，体力要高。玩那里？没有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这个很陡，这个很陡。那我们是有去约你们溜这里吗？不是真的，你今天用光力气之后，没有人陪你，你也没办法玩。到时候反而就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嗯，就饮料吧那边有卖咖啡，就那个我们只要喝免费的，啊叫啊免费热牛奶好了，走了喝牛奶。房间有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这样吧。你要再滑是不是？好，我陪他再滑一下。我们去那个喝咖啡的，喝果汁的水里。啊，我们东西要放哪里？我再 call 你啊。好了，他要跟哥哥都没一起，我陪他们一下。不要，不要。弟弟还不行，他们两个没办法。我可以，其实弟弟还可以，妈妈不行了。你明天不要哦，总有一天你要再上去，多少秒？现在用不练习，你这边再多练习几趟。没有，我今天慢慢走了。今天这个高度，走走，你再走不过哦。哎，那我就。哇塞，这好像有沙子，那对于雪板族都好得很。反正他有 Line 吧，可以上吗？而且那里网速很快，要用他的网路是吗？而且我的脚里面不知道是弄到什么，有一个凸起物让我在脚。不要，你是水泡哎。那就糟糕。水泡。现在有一点痛。小心哦，这段小心走。哎，你的板子已经丢旁边了。你要记得位置就是。啊，这个楼梯啊。我刚在这边爬了很久，才踏出那个。你先下掉。你先。不是，我这比较慢哎。我是用这一个当做扶手在下的。我要用肉鞋。哇，你穿的快点，你怎么没穿？なんで、しかも渡って戻ったの。之前不是要绑这吗？我说在这里应该就会绑一个啦。那就算了。很厉害啊！
你就根本就像是什么电动玩具啊，上面溜来溜去也不知道溜什么，就是你随时你在做重心漂移啊，你飘来飘去也不知道飘什么。这里也没有的话，就是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看到那个前面左转的，一模一样。而且我们可以把鞋子给脱了。左转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卡住了。当然先放再脱啊，这放好就丢进去了。看不见好哎。你把墨那个拿下来就好了。没有放就对了，没有放就对了。没有。他有挂那个的地方吗？你先放。我先放。好像会压住你的。好的。你不要把水滴在我的上面。啊。放好。我在想它哪里了。没有，就靠着再把链子锁上就好了。链子带上，让它不会倒就好了。先往内靠，先往内靠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带上去。卡在手套中间。好了，去外面拿，我拿拖鞋，你去脱。对。我现在也不用绑。Yeah.